噔噔噔噔噔噔，嗨嗨，欢迎回到拉法的特级厨师。我们在上一次呢，把任务解到了，主线就是要。获取声望，达到20级之后，再开个会。那支线呢，都解得差不多了。那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家里的配置哦，主要是收根，然后这边加了一个新的炉子。还有这边那个召唤物盖在这里，箱子改出来外面，道取安安，新年快乐。牛小燕燕，这游戏的音乐啊，不是常驻的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干，但又突然有音乐的时候，就会是剧情重要铺陈的时候。现在去提升到20等，我应该是已经20等了，声望22了，22应该就是20等。我们来去看看，应该可以再推点主线，我主线推太慢了。哟，外面的地图还没读好，居然是大海，亚西郎。干正事，行了，说正事吧。事业蛮有起色的，人们喜欢你的风格。我们从餐厅的评论狗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挺好的。当然，其他的餐厅也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很高兴能够带来这么一点小小的贡献。我不明白你在做些什么，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的小秘密，这就是我们的合作基础。但我还是不太清楚他在做的是什么。你的小姨新年吃什么？是家里自己煮还是叫外汇啊？明是刚好弄宵夜哦，
对啊，好久没试训了，我想先减减肥啊。我来吃点热量不高的零嘴。如果未来跟那个橘子一样，订阅多少就减几公斤。那我可能要先吃得很胖。哈哈。煮的好可怕，煮什么东西？一言不发离开房间，盯着地平线发呆时最需要人陪。要走了。你们有好多秘密，好多阴谋诡计。伯利斯以前是该死的海盗，汤普勒斯才知道瓦伊佐斯以前都干过些什么。还有你，就是一股势不可挡、混沌狂潮。你很明显就是被什么东西缠上，天天担惊受怕的样子。我就怕明天早晨会有吸血鬼来敲门。你闯进了这个街区。赶跑了这里的黑社会老大，还霸占了他的餐馆，然后大摇大摆走进料理市场，开启你的奇遇，在全王国最优秀的厨艺大师面前开始讲课。我也在那里，不过是最普通的路人。我做梦都有自己的餐馆，你自己给他命名。现在呢，我的梦想被你打破，我自己也被卷进你的疯狂漩涡，无数的阴谋诡计就在我身边发生，笼罩着我。你就像一座巨山压在我的头顶，我不过是你阴霾下的蝼蚁，一个跟班。也许我最好还是离开吧。你绝对不是什么蝼蚁，更别说什么是跟班的米特里奥。我就是，我不配得到更好的称呼。我一直在自作自受，最糟糕的是，我甚至没办法恨你。你本来可以骗我的，我很高兴你这么说，因为有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很有价值。找到一个不恨我的人实在太耳目，不恨我的人太让人耳目一新了。安安，安安，哎、欸，鲁哥，鲁哥，我正好要找你。那个，你们家族的那个板豆啊，有在做那个冷冻栽培吗？比如说年菜啊，跟你们买，然后或者是需要板豆买什么时候就没办法过去吃嘛，但是可以帮忙冷冻宅配，我们只要加热就可以吃了。有在做这一块吗？没有啊，好吧。上次说的那叫什么？杂烩餐，我忘记那叫什么了。有点像菜尾汤啊，还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让它蒸煮煎烤，最后汁液留在一起，在一锅里面。想吃啊。
我突然忘记那叫那一道菜叫什么，但我还记得。不过看了这样子，只能去台中聚会的时候。最近疫情又严重，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。所有的聚会啊什么的都要考虑到底要不要办，办了又不能人太多，人多了又要敢担心有没有打疫苗，有没有筛检啊。盘菜，对对对，盘菜，盆菜啦，盘菜盆菜，对，一样。你牛逼啊，梅埃里特，米特里埃，你把餐厅经营的风生水起，他现在可受关注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他们还不知道，我会让他们知道。很高兴你可以在这里工作，我想让你在这赚到好处。最像巨魔时，你进行了一次直接轰炸，而你活下来了。你怎么会有战争魔像？我真不知道他从天而上，还教会了如何种土豆。我没骗你。哦天哪，你还敢到处说这个城市疯了？我以前生活很无聊，可以一眼望到尽头。以前做什么的？我以前是学人类知识论的，人类知识论的，然后还光荣的拿到学位。哦，这么强，简称二路根。哦，这绝对可以，人数不多，可以点那个二路根，可以点个一盆，然后配个白饭，再加个汤，应该够七八个人吃啊！看那一盆多大。那我们每一次聚餐聚会，人数也不用多，想来的就来，三四个、五六个都 OK。重点是在出门放松旅游心情，放松心情旅游。找个时间，我可能会去台中找一下酥肉吧，看看他的餐酒馆开的怎么样。路过台中，顺便去找你。还有那个汤姆哥，哎呦，海底车弹完了，噔噔。就主线就是听他聊聊，发泄心情。今年工作比较少，应该可能放假也会比较多。今年工作比较少，怎么说？你们这行业也受到影响啊？现在看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那个末日预言，哎，不是末日预言啊，什么那个预言相关的，都说什么疫情会持续很久。先不管它持续久不久这一点，它现在已经两年了，很可怕。我真的希望它赶快变成单纯的流行性感冒就好。
等等，你要换件哦。那、你老婆用的那台 OK 吧？要换，我再帮你看啊，看怎么煮。最近那个，这阵子电脑更新蛮快的，所以可能要，应该说价格浮动了，要等年后看一下那个整体的价格了。哦，你要你是要换电脑看台？我有说你要换电脑，吓死我了，想说。我有搞错你的意思了。末日生存技巧有可以用武之地了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应该是第一个饿死的。想说过找时间吧，可能去高雄、去台中找一下你们。聊聊天。哎呦，上来了，深海螃蟹，我就是要你。这游戏重点都不是在种田，一道菜能够需要消耗的材料其实也不多，重点在如何精致。沙河豚。还有那天说在台北，因为我没办法出去，讲真的。就是超不想出门。我感觉需要去看医生，不然我快要被自己搞疯了。有够难雕，五月初出什么东西？会玩吗？我看一下什么游戏。我这游戏我不知道。5月20，哦。就那个阴森第二代啊，感觉不错啊。如果那时候还活着的话，我知道一代有开伺服器玩啊。然后那时候还玩到破关，剧情都找到了。
慢慢看懂属性的差别。我昨天身体超不舒服的，不舒服到整个快爆炸，一直躺，躺到我都不知道几点是几点，整个超难过的。然后想说，要不要开个台跟大家聊聊天，就是至少能够转移注意力，这样就我连开都开不了。哎呀，只有他妈的惨而已啊！所以后来就上来玩了一下，稍微看了一下，调整一下农田，就是纯粹转移注意力，玩个游戏这样。终于让我了解到怎么看食物的属性啊！我之前在玩的时候都没有留意，我以为属性是没有规律的，就是他想给什么就给什么。一直到我稍微研究看清楚一下，我就发现只要是有肉的都有脚印，在水里的就是海肉，在路上的就是鹿肉，就是有山跟脚印，然后海跟脚印。这样讲或许很白痴，但我之前真的没发现这件事情。因为你看像这个它就没有脚印，它是星星啊，可是黄瓜乌贼明明就比火焰金鱼还要稀有，却金鱼有星星，所以我不晓得它的星星是如何判定的。那齿轮的话比较好分辨，就是只要是模仿做出来的、合成出来的，几乎都有齿轮。那像企鹅蛋就是鹿肉嘛，大便的话它不算肉类，所以它变成是猩猩，它是陆地上的食材，但是是猩猩类特殊食材。然后这是模仿类，这是特殊食材。那企鹅肉就是鹿肉，过重三高。哎，我就脂肪高而已，我没有高血压，没有糖尿病，就脂肪高而已。然后跟那个脂肪肝蔓延性已经到轻重度了，去年还是中度，今年也是轻重度了，所以我才想说不行，要减肥。看能不能运动运动，顺便把身体状况改善之后，精神状况也可以改善一下。哦，你看像这个电吞啊，它也是特别的，海底的特殊食材。但依照这样的分配，就大概知道怎么去找那个了啦。直接找对应的食材，就不用一直看它的属性是什么，眼睛看图案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属性了。就比如说这个它需要海底的特殊食材，那我用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火焰金鱼，火焰金鱼加这个，那火焰金鱼又需要海底的特殊食材，那我究竟要不要再放一个火焰金鱼，不知道，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二个海底的特殊食材。哦，电吞拿，可是电吞拿它的血统又很特别，它是模仿的植物，这个东西目前我还没有解到，跟陆地上的特殊食材。那如果我今天要下第一道菜，就很犹豫了。我要用属性特高，如果我是先下这个21期不管协同，然后再下这个，我给拿到了 1.8。可是我的金翅只有15再乘以 2.4 其实都不高，就是为了让协同成立，结果牺牲的食材更多，牺牲的属性更多。像这个还好一点，米团直接就是
精神50，但它是模仿的植物，那模仿的植物哦，对啊，就可以用电吞拿，直接加15精致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要加15精致，但我主要是要冲精神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再加一个这个，再冲一个齿轮星星？它的齿轮嘛，所以我再补一颗特殊食材。有时跟我朋友一样，检查完说要做运动，结果买了一台跑步机，名叫跑步机的衣架回家。哦，没有啦，我应该是没有，不是应该是，我是真的会运动，就是一些关系啦，我不需要运动。那粉色面团这个，如果有海上的食物精神高，同时又有陆地上的草，陆地上的植物精神高，配个粉色面团就非常适合。那可能就是米团配大便。米团它是齿轮素嘛，那我最多是再配个陆地植物或配个海鲜。没有需要齿轮，齿轮跟植物的协同。一直跳，跳跳什么跳？这是海鲜。做点幽灵土豆吧。幽灵土豆永远都是个好东西。陆地上的特殊食材，然后配海鲜。不然这样子啊，我开一个主题，就是每一个订阅就做几次俯卧撑，或仰卧起坐，或开合跳。然后开视讯，已知证明，这样一来，因为聊天室有订阅的其实也不少啦，光靠现有的订阅其实就可以瘦了。就够了。我想要做个食物，欸，我想试试看新的食材。
这个要配海鲜，所以我们要给一个这个，可是它是加活力耶，所以需要一个高活力的。深海螃蟹没有协同也不错。但是它曼陀罗一定是最后放，所以如果是丢深海螃蟹，那我们再丢一个高活力的，需要吃海鲜的协同，有什么？没有诶，还真少。有诶。就这个乘以二，怎么好像有点差？高阶食物，19、13，精神也高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做一道这样子的菜吧。就这三个，一二三，加深海螃蟹，这个好吸引人哦，特殊面团。我没有掉调味料，算了，来吧，乘以二，乘以1.8，感觉也没有很高啊。因为我身上这一个黄鳝蘑菇粉色面团特殊奶油酱直接冲出179，我深深的感觉到我需要黄鳝，米团加了2个火焰金鱼，可能也不会到很高，50乘以1.8，差不多是，对啊，不会到170，除非我加精神调味料。
空锅的乌贼加28，火腿蛋应该然后它是海鲜。现在分数要高，真的就只能冲乘以二。齿轮星星加40，齿轮星星最快的是鬼土豆。然后最后配个两爪鱼，这道菜就结束了。这样1、2、3，可是也没有乘以二，真的差很多。所以一定要特殊面团，鬼土豆一定要配特殊面团。那我一定要再补一个海鲜的，我才能吃它的2.4血统。不然就是直接要下一个，沙河豚，但这样缺一个星星，特殊食材，那看来只能配这个电吞拿特殊面团二乘以2.4，电吞拿是第二道菜，那我必须要第一道菜必须要有模仿出来的植物，所以第一道菜是这个电吞拿，再配这个，这样子好像有料哦，可以哦。呀，笑死！结果精神太高，这是啥鬼？精致不凡，没有几个，搞得要加调味料。噔噔噔噔！我们明天来去解主线吧。Thank you.
最大。哎，不是可以放一个餐桌吃饭吗？哦，这个好像我不能在上面吃饭的样子。米宽面配雷电薯条，面包酱汁。哎呦，解锁了新的协同，粉色面团28等，我看一下28等什么协同。哦，好东西耶，乘以 1.8 粉色面团，如果可以做到乘以2乘以2乘以 1.8， 可是要在两道菜前面做到1、2、3、4 五个不太可能，所以比较好做到的是第二跟第三个，海鲜肉跟那个模仿肉。海鲜肉的话就随便一条鱼都可以啊，那再来是模仿肉，可能就是也不算需要，因为已经有海鲜了，所以只需要有一个模仿的食物就好。哦，可以耶，如果用这个齿轮海鲜、齿轮星星，再配随便配一个海鲜，齿轮星星配的海鲜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吃齿轮星星的。对，没有，只有面特殊面团而已。哎，没有，不是。不然我直接配一个这个。这样我乘以2就可以达成沙豚，再找一个模仿的食物，也可以用这个齿轮直接加精神，然后再配一个海鲜。齿轮树叶，没有齿轮树叶的需求。还是沙河豚最适合，虽然浪费了它，但是我就可以再做出乘以 1.8 跟乘以2。鬼土豆真的是百搭啊。然后这个是模仿肉，模仿肉应该是鱼糜之类的东西吧。跟哈德莱福谈谈，我们今天匆匆主线，匆匆支线。给一个提案，不是包薄荷的事，酒店做宣传，不要吃他们的大陆风情早餐，这么惨啊。与黑班交谈，
听说吃了会拉肚子啊。早餐什么的，大家都在抱怨早餐，那说明他肯定有问题。古地飞他为他注入大量薪水，不可能这么差。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喜欢上那个古地飞拉了？喜欢怎么可能？她是很漂亮，但也挺吓人的。那你为什么是唯一喜欢大陆风情早餐的人？因为这家的味蕾就跟一个金属桶差不多。我是情不自禁，反正就是喜欢。也许没有味觉的人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因为大家都不肯告诉他，他风情早餐不好吃，而你一再鼓励他，稍微有人抱怨，就一副要杀人的样子。又是决斗。战胜兽人主厨啊！我先回去拿我的食材吧。我觉得我手上的食材现在随便做应该都可以赢过，因为等级太高了。哦，我稍早有一个 bug， 就是我把箱子如果盖在这里啊，我这边就会出现一张无形的墙，无法行走。这个我到时候都把它做成特殊奶油酱，直接加20。然后再去拿一个邪恶曼陀罗，多拿一点主要是为了搭食材。645。带个苹果吧，出发。对决开始，切皮，怎么名字不一样？首先，我决定了兽人黑帮的餐馆，现在又要对决兽人黑，那个兽人的酒馆，不能有活力跟精神，只能有精致度哦。哇，这也是满意的。虽然精致度是我的强项，43、42，要先想一下我后面要怎么打。所以特殊面谈一定要上，那我需要一个新鲜食材，所以海鲜
有没有有星星食材协同有星星星食材协同又需要海鲜的，哎、欸，可是这个不行啊，会扣很凶，这个更夸张，哎。直接精神乘以二，临时换将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平常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示这个，我倒觉得还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会直接告诉我它的属性是什么，而不是滑过去才会看到。每次都要煮菜的时候才能看到属性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改掉这个问题。如果只是单纯要星星的话，我随便上一个特殊食材就行了。目前火焰金星是我比较多的食材中的其中一个。我想到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用这个牧师酱让裁判讨厌金智，然后我把香味弄到最高，也就是说他今天不管做什么鬼菜他都会被扣，我赢定了。而我可以赢在精致度上，用鬼土豆吧。再见喽，牧师酱，上菜。我只要是第一道菜，然后再上牧师，我这一局稳操胜算，55，赢了。这是什么鬼？好吃吗？哦，难吃的活力，难吃的精神，好吃的精致，被替换了，哈哈，你输定了啦！三样属性你都倒扣，我就不相信你多会煮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，一一哎，哦，161哎。
干，如果我没有替换的话，我不是输了吗？哎、欸，161乘以二，300多呢。我靠！而且他也给我用牧师酱。他比我还要垃圾。夸张了，这个。啊，又肚子饿了。给你吃这个好了，这是我做失败的料理。对啊，关门了，为什么？20年没派上用场，没用的守灯人，因为有人得派上他。呵，笑死欸，欸，因为有人得看守这个灯塔，所以呢，他就必须要一直看守着这个灯塔。我觉得随便煮个东西给他吃吃就好了，也不用煮太好，感觉有点浪费。就基本素材，什么海鲜、螃蟹煮一煮就好了。欸，这后面的支线真的越来越难欸。我在怀疑，我一定是主线解的太少。因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解锁啊。造访酒吧在哪里？支线怪物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可怜的失败者，海盗船长。啊？怎么又是海盗船长？还记得他喜欢海藻蛋配小耗子。哦，哦。这可怎么长得那么像？绑架我的那个船长啊，该不会是要先解这个支线才解后来的主线吧？应该没那么瞎吧？海藻、海鸥蛋跟老鼠，真的是他欸，难怪我突然觉得近期剧情有点搭不上啊，原来是我主线解太快。他都已经成为我厨房的干员了，不行啊！我觉得他这个这样支线配置真的不行，难怪我一直觉得有点跳痛，就是他怎么会知道想要来当副手的会是服务生的会是他？他又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个岛上？原来就是肚子饿，然后我救了他。所以呢，他就决定要来当我的服务生。他当他知道我这边缺服务生的时候，毅然决然的想要来帮忙。海鸥蛋、老鼠。嗯，我有海鸥蛋吗？有。
香味四溢，好吃哦。这个老鼠肉还是乘以 1.5 倍的呢。好了，不用调味酱了，也不是比赛。冲啊！快点拯救我们的服务生，不然后面剧情就发展不了了。你看，外面是海，大家在 loading， 不太可能是我电脑优化、电脑效能的问题，我觉得比较像是它优化的问题，因为 NR2 SAD 已经读写是最快了，它还 loading 这么慢。就是陆行鸟跑太快。你好，船长，哈哈，又是这道菜啊！不要叫卫兵来抓我，这是给你的。为什么给我做饭呢？你最喜欢吃的。为什么老是做老鼠肉给我吃？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老鼠。我不想让我船员看出我的老底，要是被人发现，我必须就把你们全宰了。老弟，我根本就不是海盗船长，我只不过想骗一群人上船，开船逃离凤凰联盟的领土，找到一艘失事的船，再说服几个变蛋帮我修好，驾船就能走了。或许给他们一个承诺，一些冒险、鲜血跟战利品，国家变神权国家了。我脱离同源会是困，是为了被困啊，是。我脱离同源会不是为了被困在这个宗教风人员，更不想作为精灵被人歧视。同源会成员，哦，那这样的剧情就搭上了。啊，可是他后来头发不是换了颜色吗？变金色了，所以他是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他是精灵，所以换成了金色。我的船沉了，船员抛弃我，当然并不怪他，我一分钱都没了。前同源会、前间谍还是前海盗？找他的帮手，找同源会帮手，伪装。对啊，找另一个同源会精灵。但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同源会精灵是谁。却也没有给指示，就一样指向他，总至少给点指示吧。还是刚刚对话剧情有给指示的，我没有认真看。至少先找个像精灵的人好了，肯定就在这边啊。同源会也有泳池欸，这边还有 VIP， 哇 ，VIP 专属，我这辈子没参加过几次 VIP 啊。我参加过最多次的 VIP 都是Twitch办的。
会不会在料理之塔？我可能没走错哦。哎，门口居然有个金勺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找人，就是一直跟。巨大的抹刀看起来不太实用。OK OK。五颗企鹅蛋。你是同源会的吗？哦，这是教会，不小心找到任务了。那不是我的教会，那也不是汤普雷斯的教会。30个艾姆恩木板。切皮在这里哦。欸，哇，那我跟他比过了。这边什么时候有人呢？这个我舍不得给你吃啊。给你吃好了。哦，1500欸。原来最好赚的东西就在我家门口而已啊。1500鹿袋。收一收吧。我们需要食材。对啊，好赚。
为什么都会少一株两株啊？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的那个独角兽啊，不见了一只。啊，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。然后我的从此之后，我的食物就会莫名其妙一直少，我种的就会一直莫名其妙不见。那如果说它有出现，至少我还可以收个大便什么之类的。我连大便都没看到，但就跟幽灵一样，突然就这样子消失了。因为我独角兽原本是养两只，你看里面就剩一只，啊，外面那一只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感觉像卡 bug 一样不见了。他肚子饿的时候就给我乱吃一通。然后吃完又给我躲起来。他到底会藏在哪里啊？史莱姆安安，史莱姆最近是不是在玩那个啊？吸血鬼？我今天在看 Steam 好友列表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你在玩。我已经全破了，我有在等待它更新，超好玩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找不到那个独角兽哎、欸。这个 bug 都可以让我遇到，因为我非常确定的，我原本是养两只，然后一只不见，我以为它死掉。第一张图好难，其实最终攻略方式就是把天赋点满。你只要把天赋点满就没事。会简单很多啦，虽然还是有一些难度啦。为什么现在是怎么那么多狗？你怎样？一堆实况组的狗，吉娃娃不够了，现在还有一堆博美狗。真的是也太可爱了，搞得我都想要去弄一张，可是我没有养。第二张图我觉得它比较就是怪物比较集中，然后又没有那么的那个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怪物比较集中而已，因为它地图不大，就常常一个走廊，所以怪物只会从左右来而已。
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吸收那个。去把经验值吸收回来，那经验值吸收回来的快，你等级升得快，你就会更好打。我是自己有发现啦，就是他的有时候难不是难在怪物好不好杀，而是你经验值获得的快不快。玻璃安安，说到镇长，我都不知道下一季会不会有。玩那个要很花时间，但如果真的要算怎么玩，还是需要有 RP 的风格，真的才会好看。不知道玻璃认不认同。对啊，结果剧情不是我猜想的那样，可恶啊，就不够血尿。因为要是像我说的那样子，就是拿着，如果人证那么多啦，也可以改变一下方略，就是拿着那个疫苗的人可以决定几个人上飞机，决定谁上飞机。我现在手上有疫苗，我决定谁上飞机，这样子，那就会有趣很多了。然后一次最多可能就是看人数比例，绝对没办法全部人上飞机是对的。那这个时候拿疫苗的人就掌握了生死大权。张国安安，然后 RP 的部分就会出现了。就是强迫式，他们演出 RP 的精神。说一声晚上要睡觉去了，好。明天再看 VOD， 好。有空也要支持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聊天室的各位，虽然更新没有很准时。但还是会把实况
上传。没有追到实况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。YouTube 毕竟看 VOD 还是比较方便了。感谢追随。怎么最近会动的？会动的图特别多。原本剧情是疫苗带过去，大家众人上飞机过关。后来老皮说到两个阵营变成直升机只是来带走疫苗，上飞机的都被处理掉。没上飞机有其会另有撤离点，那才是可以活的哦。所以其实上飞机的人都是死掉的。干好硬哦！但是你今天没上飞机的人，还要走到另外一个撤离点，也很难呢。难度太高啦，大家就变。如果说今天，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子，就是有带疫苗的人可以决定几个人上飞机，可以决定谁上飞机，人数是那个剧院他们决定的，主办人他们决定的。譬如说一个疫苗可以带两个人走，除了自己以外可以再带两个。那这样你三个疫苗也只能带九个人走。加戏 B 点才是撤离点，就有点。有点说得太慢了，应该这样讲。因为剧情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说 B 点才是真正的撤离点这件事情啊。不是不是，解谜的前提是你要给线索才叫解谜啊。就感觉就好像今天，还是说我有漏掉啊？应该没有了吧？线索大家都在看，讲认真的，这些在里面玩游戏一起玩的实况组，每个谁不是游戏高手啊？个个都是游戏高手啊！那这么多人都没有人发现直升机不能上这件事情。木板不够交任务，对啊，还在努力，没关系，就明天再割一割就好了，还行。很多都是两点时候维修说的，干，那谁知道啊？两点都睡了。谁他妈有空整天两点陪你在 DC 上聊天啊？
故事一开始就说有两个阵营。一开始就有说是那个啊，政府军跟那个而已啊，一开始就有讲这个东西了。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对，我觉得任务点没有特别说出 A、B 点的差异，就至少你要有一个线索，譬如说那个政府军似乎得知，就是在解到快要中后期，甚至到了后期要准备去搭直升机的时候，会突然再解到一个线索，叫做政府发现有人在那个在镇里面，所以于是决定派出搜救团队。类似这样子的讯息，但不是讲得很明白。那这样子就会开始让大家质疑这件事情了，就是要不要上直升机。可是这样太明显，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，欸，那我去找政府就好了。在如果你不带着疫苗上直升机，你的家人又会死掉。解释不是 PO DC 吗？不是，那个他不是用 PO 的，是用两点在 DC 上聊天，然后聊完之后根本就不知道结果。我 DC 都看过啦，就线索的部分就没有什么人在打字啊，也没有人在说重点。唯一有在说重点的是有时候大家卡关，找不到线索，然后他们才会跳出来说你们的方向想法是对的，或什么时候不啦不啦不啦这样。B 撤离点是最后才加的，所以一开始没想到，就是勉强加上去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问题点就来了。所以你不是一开始就有两个阵营，但是你最后才有 B 撤离点这件事情，就只能说，想法很好，但是有点太慢了，因为你要阻止大家上直升机啊。有完整版解释，我觉得这样子很棒。就是像我这种一知半解的人，也可以了解第一季到底在玩什么。对啊，观众进不去我知道，因为毕竟那个是跟伺服器连接有关系的，所以进去反而麻烦。因为里面能够说的线索真的很少，更甚至可能你们自己追各实况组的台，得到的线索都比我们自己在那边看个老半天还要多很多。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线索时贴上去一张图，这样之前是连那个贴线索图的位置都没有。原概念的想法是找到之后，大家自己在游戏里面有没有自己讨论说，欸，我找到一张线索了，线索是什么什么，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。原概念好意是这样，但后来发现拿到线索的人要么不在线上，要么没跟大家讨论，要么就是自己去解下一个线索，没有一起活动的概念。那后来解决方法就是找到线索的人就把它贴在线索区，
这样子每个人看到线索就可以一起想，一起讨论。那大家一起看到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出发这件事情就会变成，要出发去哪里就变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点啊，需要多少能力，你这边需要多少人，兽人需要多少人，对，猛鬼牛排需要多少人。完整解释，应该还没播吧？我再去看看好了。我可以问个问题吗？你们看实况的时候会卡吗？就是明显的掉帧那种。因为我发现这游戏偶尔还蛮吃效的。香草 VOD 有解释过一遍资本剧情，但他也不知道 P 车里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这问题点一直都不是在那个。你看没卡？哦，没卡就好。没有，我就问一下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工作管理员里面的效能啊，是蛮重的。目前没特别卡，所以在跑步骑虫的时候还是有卡就对了。我不知道进展在哪里耶，他一直跟我说帮他找帮手，问题是你又不跟我说你的帮手在哪，然后也没有指示他的帮手啊。另外一种可能啊，我想到了，就是他的帮手根本就没出现。随便做道菜给上面的人吃好对啊，所以他才没有显示出帮手的位置。我先把其他支线解一解吧。照这样来说啦，我现在的主线任务应该是慢的，原因是因为他都已经来当我的服务生了，支线怎么可能只到这边？你看，他坐在这边啊，难道不是你吗？猫儿，他不就是威尼斯吗？还是我根本搞错人了？变吵吵了。
因为这是要给灯塔那个人吃的。一个是精灵，一个是猫，所以我一直都搞错人啦。你为什么总是带食物来给我？不觉得我只是个收税寄生虫吗？是啊，我觉得你是。花钱花在没用的灯塔上，政府没给我钱，哈？那谁给你钱？谁都没有。这时的所有在街上吃不上饭。你是免费维护这没用的灯塔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其他人肯这么做了。为什么他们会愿意？是因为这座灯塔以前是街区的象征。老港口并不是一时旧港，泽斯特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这里曾经是很发达的港口。这里城市才会有那么多各自各菜生态的小港口。曾经有一个很受尊国船只的欢迎，那边有一个总是挤满了坦普勒斯的船，还有尼亚里奥，大家都喜欢自己喜欢的地方，所以这座城市才成了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大杂烩。在那么多小港口中，我们这是最特别的。既然引发这座话题是这座灯塔，那我猜就是因为它了吧？没错，我们亮起了明灯。我们是来访安布罗西亚的船只首先看到的地方。我们将疲惫的旅行者引进城，这里也是所有船只最喜欢的停泊点。我们自己的海关办公室那么小，不是没理由的。这地方以前到处都是船，往来于其他港口。但后来城市化计划来了，那个惨案听起来有点惨，但是计划比任何诅咒和海怪对付街区的精神的破坏都要大。他们认为中央化更高效，于是在城市中央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港口。现在几乎所有船只都直接在那里进行补给，也没有什么船停泊在这里，停泊在这些又老又小的港口来。我想改善后勤系统，对于整座城市来说应该是好事。真的吗？城中心的物价飞涨，现在能够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只剩下极少数人了。而且在此同时，小港口都凋零了，大多数的工人被迫转移到上层街区，花大钱租房子，那些做生意的也一样。小酒馆曾经满是旅行者，现在却要靠生存而挣扎，现在却为生存而挣扎。在新港口附近，他们经常为一张营运许可证打得不可开交，那里的客人会有很多。税收也很高。以前大家在城市里靠着任何地方都能过上过得去的生活，也能挣钱养家。现在大家只能靠着相互践踏，才能在一个过于拥挤的环境下争夺一点可怜的位置。哇，太可怜了吧！这使得极少数的富人富裕起来，而其他人则毫无幸福感。对啊，又老又穷的港口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吧。什么高圈港比起基叉港，基叉港更可怜嘛？因为有一个蛋叉港营运起来之后，然后把港口挖深，让更多的船大船可以停泊，导致基叉港没有什么船只要进来，所以很多货运都直接从蛋叉港上船，直接都到台北了。因为在机叉港上卸货也是要运到台北，不如直接在蛋叉港卸货，直接运到台北，运费还比较便宜。哦，所以给他一餐，跟他讲一个故事。好，这可以上去哦？哦，不是啊，我还以为可以上去，超屌的。我想说楼梯设计成这样子还可以上去。我们先切木头吧，要30块。
笑死！哎，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。商务，对啊，家里东西太多了。欸，很多欸，30片木板欸，它是要木板。欸，干，我怎么塞住了？你看这边就有 bug。九咪晚安，新年快乐。我在想大箱子，木板二，企鹅蛋一，我们做个大箱子看看好了。看看这大箱子究竟多大。我觉得等一下我要重开一下，因为这卡点了。有没有新年吃什么？年夜菜吃什么？聊聊。逢人必问，你年夜菜吃啥呀？佛跳墙，吃的佛都跳墙了。还不错啦，箱子加大了一倍，就是 1.2 倍，能放东西就变多了，但是占的位置也变多。
这个我想要等一下把它删掉。我这样放这两个地方，就相当于有两个大箱子的概念。补充水分，好哦。喝水，喝水。我是真的会常常忘记喝水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才会有胆结石。平常喜欢吃油炸、油腻的东西，又不常喝水，结局就是跟我一样。你们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会有，因为这是年纪的问题，应该说时间的日积月累。年轻所以没有，只是我比较快而已，所以吃什么我觉得不重要了，重点是喝水这件事情比较重要。以后多换几次，那你要常来啊。如果有时候忙，就不一定会到。胖虎新年快乐！多重一点，可以换300种事，OK 的啦。欸，今年2022年呢 ，VIP 的部分可能要再更新了，因为之前说过 VIP 是一年度一次的，只是最近，去年没什么开台啊，能够累积的人可能不多，所以我才没有马上拿掉。
番茄跟什么做的？哦，胡萝卜。又可以砍树了。饲料多做一点。明天可以再收一次。认真收，其实30个不会需要太多时间了，就是比较繁杂而已。6、12、18，一箱18个，所以我只要塞满2箱，就一定有。怎没穿衣服了？因为我喜欢光溜溜。这样子去泡温泉或什么比较方便。这个温泉经验值加超多的，真的每天必泡。你看，看直接充满了，然后可以再去吃个随便煮个高精致料理。这游戏每个人都有大头症，对啊，真的。头都大得跟鬼一样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看你看得很准哦。我需要大背包啊。
我先把那个先把任务先解掉，我们之后再把它改大箱子。说到温泉，今天看到一个女性 po 文说，她和她女儿去带手机泡汤，结果被不认识的阿姨骂。她说带手机进去泡温泉，顺便追剧。我自己是不太知道为什么要骂啦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。还是说那个温泉有规定不能够携带私人物品？哦，裸汤拍摄嫌疑。哦，有道理呢哦，哎干，你们都想得到这种事情，我感觉。是不是有点蠢？但他都说是阿姨了，但你怎么会知道那个阿姨？对不对？阿姨呢？你们想想看，她是阿姨。好啦，如果是偷拍这个为前提，就真的很，确实是会让人感到很忧心啊。哎，我之前不是有做过100多的精致菜式吗？四十。手机现在几乎都防水，不是吗？掉下去可以再拿起来啊。哦，温泉啊，对了对了，温泉的话就不太行。因为我自己也会习惯在泡汤。泡澡的时候看，看手机追剧啊，感觉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可能就是他在家里的习惯拿到了公共场合，就变得不是那么适用，等他已经在家里习惯是这个样子。不要带去冒险。
没有什么高精神的料理可以再放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料理少好多啊？哦，这个啦，特殊面团啊，我就想说奇怪了，大米加胡萝卜，对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如果用两个粉色面团好像也不错，我这样是43粉色面团，虽然第一个没有效果，我这样是33，但要搭一个海鲜，这个的话搭一个星号，我的特殊面团才有效果。
鬼斗决定一切。随便加个海鲜吧，我只是要增加它的属性而已。154 51，就是这样，两道料理，一个煮，然后一个是配菜，再加上一个倍率，要做到三个都倍率有点难了。我现在在想说有没有那种完美料理，就是一个料理可以通吃的那种。独角兽威能。这个终于解锁了，21。塞满了，30个啊，会不会到从头到尾都不是木板？我再随便做个食物给我邻居吃吃吧。哎呦，这木头好吃哦，精神加27耶。
随便煮煮，看看可以煮出什么鬼东西来。苹果上了。木氏豆焖肉，哎、欸，只要是放木头进去，它都会变成豆焖肉。感谢 follow。他又肚子饿了，所以该不会我每天都要这样供养着他？我要了解地方历史。好，灯爆炸了。光靠被系统养活了自己来对抗这个系统，肯定是成功不了的。没错。哇，好好感动啊！只要好好维护灯塔，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街区。每天要给他一个食物啊，不然他就饿死了。海藻比较重要，因为海藻可以那个做钓鱼用去。不知道能不能分批给木头哎、欸？哎、欸？哎、欸？这边有夜市嘞！一起欢乐。这叫一起欢乐，是看他生气吧？哇、哦，这个经验值也太多了！这是什么？听他讲鬼故事？希勒苏斯。我喜欢他，每天都笑脸迎人，感觉充满朝气跟活力。九点了，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他还在。坦普勒斯的灯塔。所以它是有连贯性的。
我就每天起床做一道垃圾料理给他吃。然后想办法收集木头。谁会没事收集30片木头啊？要不是任务需要，真的不太会去特意制作30片木头。因为做出来通常都是要直接盖餐厅啊，或者是盖箱子等等之类的。顶多留个一箱吧。6×1=62。我们刚刚是18。18+6或者是，哎，有了30个了。6×30。来了30片，可以修灯塔啦。文木班，赞美我，不是赞美梅普勒斯吗？是梅普勒斯砍了这些树，然后把它变成木板的吗？不是，我以为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一般都会先赞美他的。哦，谈普勒是不需要赞美，大家结果。OK，我了解了。哦，所以神庙可以恢复了。怎么会是灯塔？那写错了，重建神庙啊，变重建灯塔。又到了随便煮饭时间，每天给他吃一餐好吃的精致食物。你看，吃木头多有精神啊！再加只老鼠进去，哦，香味四溢，再赏你一个海藻，有海鲜，有炖肉，又有木头，营养均衡啊。他们那个食物命名，我大概知道重点了，就是
名字都是固定的。包壳幽灵土豆这个是固定的，所以不管怎么做，鬼土豆做出来就是包壳幽灵土豆。那中间一定有一个配，老鼠就是害兽肉条，不管你怎么搭，它就是害兽肉条。那海藻就是金鱼汁，就这样。那粉色面团就是玫瑰姜糖，那就看什么样的食物煮出来之后，随机去搭先后顺序而已。这是最后一顿免费的餐点了。哇哦！沉到海底了。找到水晶，需要一个有船的朋友帮忙。有船的朋友在哪里？完全没有任务点呢，所以这边有船，但是朋友还没出来，没朋友。哦，原来是跟他聊天就好了。脱离组织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。他不过是小小快递员，只要他不做蠢事，比如闯进空荡荡的办公室，开始四处收集文件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搞笑哦！完了，他被怀疑了。太可怜了吧，在监狱跟威尼斯交谈，他被当成间谍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康卡迪奥式的宽容态度。间谍都是绞死。你现在想要马上立刻醒醒吗？笑死。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和执法人员为担保，支持他罪。获得守卫的帮助。哦，执法人员就是他。可以去看看。我会支持他翻案，甚至不需要你财政援助，只要确定他是无辜的，我一定帮你。拜托别让我们都绞死。
赞哦。失眠了，这么惨。精神食品或者大笔的钱。这么刚好，我身上就有一个。有趣的比赛，大厨正在举办一场比赛，看能否有人击败他的西红柿盛宴，奖励是一尊黄金色的西红柿。他的头型特别像西红柿。哼，他爹娘太会替他取名，或许这是他的艺名。你说他正在吃着西红柿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大吼道：“哦，上帝，我要把我一生献给这种蔬菜水果。”你会往水果里沙拉里面加西红柿吗？我还不往水果沙拉里面放盐呢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情报人员知道，在你们这一串长愚蠢讨论的时候把我抓走，我一定会在受刑期间狠狠喊出你的名字。笑死！啊，他现在会直接给对决，明天还要开车从什么？开车从地图开到台南。我看来你真的是失眠了，辛苦了。海鲜加50，不能够调味料。这个调味料我也没有啊。然后有海草，那我放一个海草就赢了。我在思考我的主线究竟，如果他那个是支线，而且任务没有比较快，那我是不是没有活力？独角兽培根，
不用啦，那么急，你有出门再去处理就好了。而且没有也没关系啊，可能你喝醉了按错了，按到别人的户头，或者是交易失败你没有注意到。我觉得你自己先看一下你的户头钱有没有少，比较重要。啊，我想到我要干嘛了，我要先做独角兽肉，所以我需要召唤独角兽。然后召唤独角兽需要独角兽。土豆跟艾温，跟幽灵土豆。鬼土豆，两只应该就够我们先把这只放进去吧，我觉得里面还是要养两只。它那个量太少了，大便太少，那我们屠宰一只，因为餐厅的料是做出来就没，就不会被消耗掉啊。上菜啦！上菜。要不上去。不会弹呢，卡 bug 了，这个果然有问题啊。这个位置有问题。为什么？
他自己走回来了，距离这么远都可以吃哦。这游戏还是会有一些小 bug 吧。哎，有了有了！哦，原来是因为要吃饱啊，不吃饱就没有肉。我靠，这个怎样？有了，我们的独角兽培根了。我们要用这独角兽培根做出超活力套餐，好好运用它的两个属性，两个协同，其他都不要管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协同是空的情况下是加18精神，所以他一定是先配个道地的三草地植物。有海鲜，它就不适合，因为我想要让活力乘以 2.2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只能放大麦了，啊，那个胡萝卜了，因为胡萝卜有初始精神。这样我可以加活力。那第二道料理则是要有活力套餐。火力要够高，不然它的 2.2 倍就浪费了。又或者，因为我们确定要乘以 2.2， 所以也可以分开。譬如说，分开两项，草跟地是分开的。像米团，它加3.32精神，但它没有地属性。嗯，这个需要齿轮跟山，齿轮肉、模仿肉，那就有点可惜。所以它实际上它只有加6而已。陆地食物，
用大便好像可行哦。大便加三，那我再加个草。虽然说27就算了，我主要是要，我们先这样看一下，以活力为主，活力最高是这个，但不行。可以耶，空气和肉先下去，直接加44，因为它有三属性，所以我只要在一个草属性，草属性就未必一定要陆地上的，海星也可以。看来都是高档料理啊。那企鹅肉下去是山肉，有没有什么吃山肉的属性的草类属性呢？好像没有诶。我先上厕所。有 KC， 我收到了，谢谢你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会好好珍惜。我一直被他推着走。这个、海酱、海藻青酱，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使用，因为他说使锅内的活力口味值乘以2，持续5秒，那是倒下去的瞬间。我所有的口味乘以2吗？因为我自己在调味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并没有乘以2。还不如马康。所以我刚刚说的是，企鹅肉先下去，然后再补一个草类。补海草其实有点浪费啊，因为它属性超低的。我觉得苹果都比海草好一点。
螃蟹一呀、啊，爪八个，表头尖尖这么大一个。好。这个是必然先下去啦。因为是我们的厨房料理，所以香味也要够。火力高，又有草，没有，就只有这个了。苹果，感觉也不错。企鹅肉，那我们再加个活力。司康，77，加70，再乘以2.2，嘣，154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上菜了。烤鸟配松脆果皮，加马蹄甜辣酱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！感觉我们苹果还是多放一些在身上好。苹果的基础属性比较高，明天去把餐厅先处理一下，看能把星级加到25。因为这个木板做地板之后不占空间，又加审美观。就差一个，好用的才拿去修庙。对呀、啊，庙应该修好了，还没有，我靠，还是塔成这样啊！咚咚，这边放上我们的食谱。
高火力套餐，到时候会把这两个拿下来，这个、啊、这个也拿，这个拿下来，会留一些特殊食物。你看，像这个就是101嘛，已经顶到最顶了。那这个就是乱煮的，纯粹是为了要这个，这两爪鱼是为了搭配特殊需求。那这个是乱煮的，这个也是，这个牛肉末是特殊需求。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嘎九安安，我有看到嘎九的续订，谢谢你。这样子装潢如果还被嫌弃，那我也真的是没办法。地板我都铺过了。希望装潢可以再多带一点分。请我吃饭吗？明天哦，那可能要晚上哦，我明天要工作，要上班。你看几点啊？如果中午的话，中午抓时间出去吃也是可以啊。互联香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哦，消磨时间，等待开业，还有这种事情啊？那那就不用了。那我们先把食材拿一拿，准备去战胜多美特罗吧。因为不知道比几轮，还是把基本的食材带两个。像这种基础食材就随便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有说要站两轮。好啊，那就晚上。不过我最近胃不好，就是不能吃太重咸的，找地方吃清淡一点，量不要太多，就好了。啊，为什么突然到台北啊？嘎啾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苹果要两颗吗？我觉得苹果两颗好像比较保险一点。看房子。哦哦哦，到台北看房子，好、哦，抱歉啦。为什么要突然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、啊、你要搬到台北了？不知道只有机会拍第一道曙光，可以啊，你拍来啊，然后拍的好看，我放在粉专上分享给大家，可以七拍的第一道曙光。
那、啊、怎么会突然要到台北工作？是公司调派的吗？还是你自己决定要到台北工作？等等，又喝醉哦。好，我酒还是不要喝太多啊，不然你到后面变成没有酒，你就睡不着。因为喝太多酒精中毒就麻烦了。战胜多拉美，喝太多宿醉到下午，这么夸张？没有啦，我觉得喝酒可以喝气氛，喝味道，喝感觉，但不要喝过头。战胜多拉美啊！我都进来了，多拉美人呢？啊，不是多拉美了，靠北，多美特罗啦，多拉美是谁？料理之塔。最好不要用联盟身份挑战一下，觉得。可是料理之塔，我进去不理我、啊。双面间谍，哦，在这里啊，所以在后面吗？多美特罗，想先源支付了，料理黑铁挑战者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怎么在这边？不买，没用的东西。拟真雕像，好，来吧，就是你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明天不行，再叫老婆开车。哎，辛苦了。多美特罗，我一直以为是你的女的，所以我一直在看女性，结果原来是男的，赞哦。
Round one. Limestone. Milanka. Milanka. Aruba. Orana Pai Pai.只要有草，海草类就行了。我来弄个高级活力料理，再做一次170级。哎，糟糕，我没有调味料。那我只能做精致料理了。对，我想加便便。马刚恩，等我一下。因为我在想，我的便便要怎么加才会是最好吃的。但加了这个便便，因为我想要搞对方啊。那我在想，我应该先以这个为准好了。我们加牛奶，先把精致拉高。我要让裁判讨厌精致度。我觉得他一定会搞，所以我香味一定要拉很高。哎，我到底有没有加到符合他？我有点忘了，完了，好像没有。有，你缺50就基本上输一半了。
番茄全套三，哇，干，他就是下三颗番茄，哇，三颗番茄可以加200多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下颗番茄可以273。哎，我觉得我输了。番茄是什么？活力是不是？精致吧？干，我没有扣精致的，完了。我要重新想我的配菜了，精神类呢？死人草，看来要加便便才会赢呢。山草跟海鲜加便便。等一下投降，我第一道料理也就浪费了。我想拼拼看第二道料理。对啊，五香味还好，它的香味比我还高，蛮多的，至少它不是零。199，我就看你这样怎么输。
活力188，高活力。我好像输了、欸。我忘记放海鲜了。哎呦！险胜啊！我靠，吓死我了！靠！刚最后一道精神料理救了我，大便太香啦！这就走吧，这样子就可以走了。一枚金球就可以从他那里换来一叠间谍嫌犯，不愧是他手下的好朋友。我曾经是同源会的间谍，哈哈哈哈！结果他真的还是间谍。威尼斯，哦，还没到。三大便会出什么？没有。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它三个番茄正常来讲是不会有那么高分的，就。纯粹就是被搞啊！怎么可能三大便？不是三大便啊，那个怎么可能三颗番茄可以炒出200多分、300分？应该番茄也是才6，我加三颗番茄也才5、6、5、6、5、6，就算第一个也给你加进去好了，也才33而已，怎么可能会300、200多？就是搞啊！所以看来粉红便便还是比较适合做那个精神套餐。这个
我都不太想用哎、欸。因为我感觉不出来它可以乘以二，我之前用的其他的它是乘以二乘以不了，我在怀疑是不是 bug，还是我不会用？因为你看哦，它是说持续效果五秒，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倒酱进去之后，五秒内要把所有的材料都丢进去，然后一起拉一拉。可是我上次这样一起拉一拉的时候，它也没有乘以五啊，也没有乘以二。所以我就一直在很质疑这件事情。还是说聊天室有人煮出乘以二，可以教我一下怎么使用那个调味料吗？因为我试了两次，第一次是最后倒完全没有乘以二，就这样子没了。第二次是试了三次，第二次是先倒，然后后来再调味也是没有。第三次是一起倒完调味料，五秒内加所有的那个材料，结果也是没有乘以二，手下败将。终极目标是什么？一次性把地头蛇和当地精英阶级都得罪了，好像说的也没错。企鹅肉酱，如果你的朋友有船。要多久？我们做一道料理来自己吃吧。哇，这个也蛮猛的。
精致度直接乘以四，但抵消所有精神口味得分。不行，我要再研究出来，究竟一个酱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加？做个高精神料理吧，因为这个比较便宜，应该说比较好做。钓鱼要花时间啊，这个是种一种就有了。糟糕了，做出一盘垃圾。这个我不吃，因为太低了。先留着吧，等一下喂虫。给蜥蜴吃，对啊，嗯，我有办法了。曼陀罗来两个。我们再做个番茄酱。结果出了一滴酒的米餐。
被玩家就断片了。你回到家，你打字都不太进球了，就我都看不懂你在打什么。不用抱歉了，但我只是想说你在打什么，所以才叫你赶快去睡。下次还会打咯，好，没问题。现实没朋友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是边缘人，我也没啥朋友。就是没朋友，所以才开实况，看能不能多一点朋友，在网络里面。这样子感觉自己好像很多朋友。有老婆，对啊，然后还有可爱的女儿。你是比较向往自由的男人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做出190几的吗？哦，是精神料理。我想说怎么插在这里。吃饭的哦。偶尔吃个活力料理。没关系，在网络上大家都是年轻的，人人平等，大家都是18岁。你18吗？是啊，我也18，我们都同年了，这么刚好。你几年次生的啊？哎，我们年次不一样，为什么都18岁？没有，因为我喜欢18岁，就是18岁。哦，我刚刚去看那个。果粉，这个啦，欸，其实蛮不错的，基础属性够高的。大米跟胡萝卜拿一些好了，我们把面团再多做一点。对，我比你大，没错，我
比你大这件事情不要讲出来啊，我都害臊了。我小便斗都不喜欢靠太近了、啊，就是因为会打到啊，所以我比较喜欢上马桶。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困扰，我的困扰我好久、啊。那掏出来之后都会打到小便斗，站太近不行，站太远又会被看到。好困扰。然后水柱太强也不行，因为小便斗水柱太强，哇，它还反射。小便斗没有照尺寸安装，对啊，它应该要有。那个大 size 尺寸跟中 size 尺寸，还有小 size 尺寸的小便斗去做安装啊。这样子大家才会比较好方便上厕所。看一下小便斗，嗯，我要去上大 size 的小便斗，不然的话会喷到，深度比较深的。然后可以靠得比较近。哎、欸，瞬间升超多哎、欸！装潢加心术加到30等了。我们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觉得主线太慢，厕所问题都可以提问，没关系了，你太认真了。我相信小便斗这个问题只有我会遇到而已，聊天室的各位应该是不会遇到这困扰。手机度短少，所以那个女孩在哪？被拆拆一批货了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猫女是谁啦，这个猫女也是那个海盗船的人，只是那个时候是她是来看守我做出料理的人，然后我救的那个另外一个是海盗船长不一样。
哼，什么东西？鼠人？斯克里？是的，天才。我在叫，我在告诉你，我叫奎斯格尔，是斯克里族的一员。你们真一群笨蛋。哼，旅游为什么在我们的箱子？我想来见泽斯特，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箱子要被送来这里，我就进到箱子去了。哦，酱料大师耶！哼，吃垃圾。虽然我们吃的是垃圾，但因为我对食物的口味要求很高，无法忍受垃圾味，所以我会尽有可能掩盖那些恶心的味道。所以酱料是生存必须之需，生存是必须。来喂老鼠。那我们可以给他吃鼠肉啊。那是我听过最糟糕的名字，我都快觉得还好你们没有雇佣我了。哎呦，哇！瞬间就聘用了，元旦的第一道曙光。但我比较想要多睡一点，除非是晚上睡觉，早上凌晨起床。宗教不会看这盆了。安全食物标记废除之后才开始干涉，为什么？哼，还是一只猫啊！我都忘记了，一只猫的服务生跟一个。一只老鼠的清洁员，那只是因为这小子唤醒我体内什么东西。我是来这里烹饪的，不是他们菜单上的食物。
如果你把你同事吃了，你就等于把他工作也做了。我这聊天聊了有多久了？哇，我第一次看到里面有人欸。要先躺平哦，好，晚安。我也差不多要休息了，三点了。吃世家吗？可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吃世家，我觉得世家吃起来超麻烦的，就要先把一根一根的拔掉，然后再吃里面的肉。那太硬又不好吃，太软又很 Q， 所以还是不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如果别的 OK 啦。草莓啊，西瓜啊，芒果啊，水梨啊，水蜜桃，不需要削皮的水果我都蛮喜欢的。因为我觉得要削皮很麻烦，像苹果我都是洗一洗外皮就直接跟着苹果皮一起吃了。噔噔，我们今天可以再追，因为它这个是30嘛，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升。对啊，就是懒，削水果超麻烦的。但我个人蛮喜欢吃水果的，所以我都会去水果摊买那个水果盘，可能一盒就100块或150块，但都是老板削好的，而且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水果，就当成是买工钱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准备晚安啦。橘子吗？橘子也 OK 啦，橘子用手扒就好了，不用削皮。像香蕉也是啊，香蕉也是用手扒就好，那种是皮可以很简单处理的，我就都 OK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实况到这边啦，我们明天见。诶，明天可能会晚点开啊，因为跟嘎啾出去吃饭。嘎啾既然要给你请，那吃的地方就给你决定咯，不要选太贵啦，就一般随便的地方，你说三妈臭臭锅什么的我也都 OK 啦。水蜜桃便宜哦，水蜜桃超贵的，哪里便宜？水蜜桃我会喜欢吃，是因为它的皮也很好处理，它只要对切，中间籽拿掉，然后直接啃就好了，然后再把皮吐掉就行。自家种的哦，你自己家里有种啊？你住宜兰哦，可以。好啦，那就先说晚安啦。哪里好吃哦？那再试一下。哎，嘎啾，你再试我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的赖我忘记名字是哪一个了。你最近赖家的好友有点太多了，多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辨识谁是谁了。
好啦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